世界上最稀有的三种狗，排名第一的数量竟然比大熊猫更加稀少，而且数量最稀少的狗来自我国。人们一度以为它已经彻底灭绝，但是近些年又在新疆被重新发现。排名第三的是美国无毛梗犬。都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但是这种狗繁育之初作用就是抓耗子。该犬种最高纪录在一个谷仓当中，一天之内抓获了2500多只老鼠。但是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老鼠难觅踪迹，美国无毛梗犬也濒临灭绝。排名第二的是捷克狼犬，诞生于1955年的捷克斯洛伐克，祖先是德国牧羊犬与野生狼混血之后诞生的捷克狼犬。该犬种数量非常稀少，价格高达上万元一只。数量最稀有排名第一名的那就是中国福犬，据说起源于亚洲草原狼与松狮犬的混血，数量比大熊猫还要稀少。